但是哈，下午还有一场表演哦，不是只有我们的那个绵羊秀哈，下午哈还有一场表演，待会三点四十五分哈，三点四十五分，在我手指的方向，我右手边的步道往下走300公尺，来到我们的关山牧区，三点四十五分。 关山牧区还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哈、哦、外蒙古的马术表演。可是因为你没发现啊，你的周边很多马，现在除了外经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很难的，你可以骑马。为什么骑马这个是一个活动我们安排的？可是我们要报告一下，这个骑马的活动是私人公司安排的，台湾人台南来的。